那么，各位大家好，我是加菲。那么这次给大家带一场 ADC 比赛。那么 ADC 比赛可能也是一直大家不是很能看到新闻或者宣传啊，包括东南亚的神，这个大家拜的也比较少。那么也是特地找了一场 ADC 的比赛啊。那么近期有一些这个国外友人啊，跑到我们掌门人来打 ADC，说这个ADC 这个啊，一般来说他们来打是0.5秒到1秒的延迟之间。也就是说，稍微是不是很顺畅的主，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延迟。北美的线路还是不错的。那边反映说，艾森打法跟这个国外的打法不太一致啊。这国外的这个打法，就是好像双方对大家对位置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因为啊，就是不是特别在乎输赢啊。国内的艾森的话，大家就可能比较的想着输赢，所以说稍微有一点啊，大家认为不合适的就会说你，比如说你这个谁谁不能单中啊，谁谁不能打，不能这个什么。去游走都是有规定的，有些条条框框，那么也是大家在 ADC 里面养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我们看这场比赛的对手双方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一个是 SB 战队，也是目前东南亚的排名第一。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边的 MSK，这个也是东南亚老牌强队了，我们可以 MSK 老牌强队。好，我们看这边 SB 的阵容啊，我们减速回来。SB 这边，Pom 搜索上的 Pom，这是东南亚非常非常火的一个 Summer。这边是叫David 也比较熟悉的Monkey C 这是 Ham Choi 这是阿奇，这些都太难读了，还是以前这个 XN 他们的那个 ID 好多什么巴哈姆特呀。不是，然后这边我们看是叫福林的陈停在放，这边是叫 Net 这个半人马 Cent，我们知道 Cent 的缩写是 Cent 啊，不是这个 CW 这个发生歧义了 Cent。停在放冰女人马啊猴子，那冰女保猴子，那光环不一样，冰女在线上不能给他提供支持，但是呢，在这个离开他的时候反而给他比较好，直接这边陈是裸鞋加罐子，人马是只有补血没有补蓝的。因为双刃剑已经不耗蓝了，是不是？当然这是他64里面的改动那个是六，我说的是63里面的改动，64里面半人马基本没怎么改。然后64里面最改动最大是 TP 你看鞋子也改回来了。我们看一下搜索上的 POM 会不会打 DPS 流，先把眼点上再去，这个眼好像插的有点。诡异，我们以近卫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眼还算是插到了，插到了，这是我感觉有点诡异啊。竟然点了 SK 两下，那冰女的攻但是46，最高伤。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刚好掌门已经在做一个叫做吉尼斯的这个有的人说音效大的时候把音效稍微关小点。有人说加菲恩怎么这么拽？这个自己听解说还能听出来音效太大是吧？还能够听到观众的心声。给大家说加菲恩就是加菲恩解说的第一个观众加菲恩作为一个观众要听到自己解说中的一些问题啊。我看这边是搜索上的 POM，也是亚洲上次我记得去年那次他是决赛用换刺，但还是打败了墨香 ABC 带的这个叫做那队叫啥来着忘了啊。好，在两下直接把猴子压残了。那么 Lion 这样一个有控制有爆发的英雄，猴子比较惧怕的。中路小 Y 对战，我们看下路人马跟冰女对 SK 加 POM 这个阵容，我们来看的话，确实是金卫要脆得多，对不对？看这个金卫这两个人怎么样依靠自己的输出把对面压走。那么当然 POM 点人是必不可少，这是己方唯一一个比较稳的输出了。那上路猴子也是压得很惨。当然，他的我看他的补给品时刻吃素啊，时刻吃素，有这样的补给品在的话，也是不是很怕别人。这边两个人在高地上，水刃已经3级了，是压了小 Y 1级啊。这边打野是陈，带着部队就过来了，看这我们能不能找个机会把小 Y 干掉。这边 POM 看的是双丝袜出门，那么这样的 POM 的话，前期点是非常疼的。他也知道现在 SK 是没有机会来补刀的，所以说他必须要承担起点人这个责任，果断的六攻，六点攻，
那为了打这一个兵，又是被兵女点了，还要指一下，已经算少的了。所以说，碰不先把人马点走了，这样 SK 才能好好的补两下。上浮隐身被水人扔了，不过水人没有瓶子。这猴子这边也是扛着来 NS 线补刀，补刀一个远程。这边是陈来下路骚扰了，啊，中路可能觉得拿一血有点困难，来下路主要压两个人比较尾的两个人，再次两个人用个兵线来打。三级的猴子对二双二的法师，陈一双鞋一个罐子，像这样在野外遇到碰不见 SK 弄不好就死了，所以这个骚扰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骚不好啊。这边一个远程兵在那边点 SK，SK 当然也很疼啊 ，SK 这个护甲 1.7， 碰不还是往前过来。三个人来堵碰，能冰上冰上网住，漂亮！搜索网也是把技能留到最后，这边也是凑了小怪来点他一下，那直接搜索网就被点成红血了。然后再次两套，继续吃树吧，把魔棒也买好了。下路继续的三打，我们东南亚的比赛非常强调线上对抗，有一次给大家做的是 CD 跟英雄姆分别打 FTD 的比赛是吧 ？FTD 这个队也是非常注重线上对抗，那么这种比赛比较好看，啊，前期不会很枯燥。那线上对抗激烈的，中期的杠也会非常激情，对不对？老是抱团推的比赛不好看的。哦，冲过来，小歪对点，哇，点点很疼，我们看到小歪的血量。下一个 W 死了，可惜没有这个破灵，也没这个必要跟他拼。貌似双方的网络不是很好，啊，可能好几次暂停过来试主什么的，这个反补竟然没有补上，太亏了。多点人马下去有什么意思？陈再次回来，双方就抢了个符，不过连续两次符都是被天灾拿到，金梅方对符的控制不是很到位啊，一个是要猛压猴子，一个是要跟人马他们对，但是中路是自己尾了。小王也是补了罐子啊，水源这会儿可是有的是蓝，包括冰女的光环也起来了，对不对？找机会就给蹭你一下，只能弄你干掉。这边我们看人马过来打 CM， 哎，这个箭射歪了，很多朋友喜欢跳过去那一下箭射歪啊，没踩到，搜索啊，继续追，三箭还有三箭没有，来打人马来了，四分多一血还是没有出现啊，一血还是没有出现，我们也是继续来看这个比赛啊，好好继续切回来。刚才我也是出来监测一些系统，这个录音的方式比较舒服的，尤其是切 OB 啊，能保证。